先调一下你的手。阿拉哥，哎，老婆，你干啥？没事吧？阿拉哥，他当时吃到一半之后，看到那个桶子之后的反应，他现在另外一半的头下去的方向都不一样了。聊了。我没聊，因为现在没穿。哇塞，好像每天在哇塞一样。你都没到呀，我天！来呀！你七七你挂袂准。较笑嘞啊，人你开龙眼较笑嘞啊，会塞的。我讲袂晓塞的，都叫塞我。